让我倒软是吧？我给你倒啊，你看着点啊，我给你倒。陆，飞，飞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还想跑？ 我都说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而且我要是故意的，我就不用水泼你，我直接拿粪啊！你我不跑你，我松开。你还说你不是故意？我说多少次我不是故意的。陆菲菲，北方夜，陆菲菲，王东蛋，陆菲菲，蛋，陆菲菲。 皇帝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啊！走。 皇上，愣着干嘛？赶紧的呀！走走走走！救命啊！去！大胆蛇夫座，竟敢行刺皇上！ 拖下去。是。 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走吧走吧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啊，过来给朕包扎一下。我？你上次不是说？
刚才谢嫣然有没有为难你啊？没有啊。这个呆子没想到这么纯情。笑什么？他人挺好的。不行，我得忍住。郭菲菲，你到底在笑什么？你咋挺纯洁的啊？你是不是在担心我呀？新艺坊，朕就赏赐给你了，作为你帮朕梁山的奖赏。以后呢，朕的天心宫就由你来打扫了。这个呆子，小姐，你太棒了！柔中不乏刚猛，笔中运转乾坤。小姐，您一定是在用书中学到的108种某种不为人知的技艺吧？我不画了，你叽叽喳喳的，烦死个人了。小姐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这么魂不守舍的，莫不是那妖女又欺负你了？你不要妖女的叫她，她是我的朋友。菲菲人又好又聪明，而且又为他人着想，你不应该这么说她。小姐，你太单纯了，你可是未来的皇后，她这是要抢皇上夺你的后位呀，你就应该用那108种方法弄死她。哎，我倒是想，但可惜啊，他要是真喜欢皇上的话，我可以让皇上纳他为贵妃啊，至少他还是我喜欢的，好歹以后的日子还可以打发一点。小姐，我看你真是没救了，老爷要是知道啊，又怪小何没有帮小姐。哎，小何，我问你啊，你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让男女之间在一夜之间感情就突飞猛进呢？那当然是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了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小姐，你是不是想通了？这样啊，那我想到办法了。小姐，太爽。终于不用跟这么多人一起挤在大通铺里了，终于不用去睡我的木板小床了，太开心了。你这么快就满足了？谢小姐。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就刚刚啊。你忘了我的异能可是隐身呢。哎，这异能。对了，你不要叫我谢小姐，你叫嫣然，小姐小姐的可身份了。嫣然，那你别说，你这个异能还挺厉害的呀，嗖来嗖去的，自由自在，想干什么都可以啊。才不是，我爹娘不让我掏铜锣面的，但我过几天我要去踏春。
你倒是和我一起去呗。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啊。可是我现在是宫女，宫女不能出宫吧？没事，包在我身上。够意思。嫣然，你说你带我去哪儿来着？你随我出行，当然是要去黄道国最美的地方了。我会让你度过这最美好的一天的。最美好的一天可以，就是别让北唐那龙蛋知道，要不然我单人间就没了。不会的，皇上他肯定是不会发现的。那可不一定。今日怎么想起出来踏春啊？我不就想跟你说来散散心吗？说吧，你又在搞什么名堂？哎，我真的就想单纯的跟你说来散散心。哎哥，你有没有看寻花问柳？没有。哎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我觉得你需要看一下。去。哥，我想去那边方便一下。哎，菲菲，你来等我一下。你去哪儿啊？一会儿给你个惊喜啊！我等一下。很美，不如我们去那边去看一下。好啊，你们待在这儿。哥，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？这是战时百姓用来避难的地洞。当年丞相凭一力督造这座地洞，还保住了不少百姓呢。所以朕不得不取谢嫣然。哥，我还知道一个秘密关于这个地洞的。你看，那儿。哎呀，哥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掉下去了？没事吧，哥？我去找人救你啊！北堂堂，堂堂，堂堂，走啊！到了。小何，来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拿过来了，小姐。我给你讲。小心点儿。
在这儿啊？你，你什么呀？大功告成。陆菲菲，就算你喜欢朕，你也不能用这种办法吧？你以为把你和朕关在一起，就能为所欲为吗？谁告诉你我喜欢你的？嗯，你能不能不要自作多情、孔雀开屏啊？我是被叶然骗下来的。倒是你啊，我觉得你就是故意下来等我来。
从我见你第一面就动了杀心。干啥呀？能不能玩了？不是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吗？怎么又不玩？好好好，我们重来好不好？重来。嗯。你要认真，你主要是要注意这个气息，还有那个眼神儿，要到，知道吧？从我见到你的第一面起，你就让我心动。从我见你，不行，朕还是说不出口，呆子。